哦，连转珠干，哎，都不用看了呢。哎呦，哦，阿娘喂，哎，少一康哦，啊，林老师少一康，干干不再卸完，再卸完，赶紧被捕就好了。哎，我刚刚已经吃石头了，那个内奸的那个。647万了，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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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K。四倍乘妲己，手转六 combo 是四倍乘妲己比较强，然后五 combo 的话是一样，平民三到五，那我肯定我就是不带妲己，这样看得懂啊？再来一次啊！哦，这个按住有跌倒了，这个按住有跌倒。好、哦、漂亮漂亮，都弄到了。那一对比较少见了，所以猜得到也很难。因为我给提示有可能会猜得到，所以我才没给提示。一康宝，好悲啊！两康宝补6000多，应该恢复力是没问题的。我是怕断心呐、啊，他那个凶哎、欸，干刚断心断的那样。哦、希望这一队给大家参考之后，大家可以衍生出更多新的队伍。哎、欸，我就像刚才可以看到我画面，观众里面提了多少队伍出来，那些队伍看起来都还蛮有特色的，而且我觉得还蛮强。哦，大家马上就干一想就直接想到说要怎么配队。啊，其实目前我看起来大家配的队伍好像都还蛮强的。哦，五钢博的实力大概用这一队会比较稳。哦，如果你有平均6钢博以上，就配妲己吧，大概是这样配啊。记得6钢博以上配妲己哦。combo 以下的配这队，对吧？用五 combo 这队，基本上碾的速度就比较快了。大概等于6万盾改哦。八风水子水屋水所有木屋，八风这一队我有用过。八风水意子水火屋木屋八风这一队我有用过，可是不是这一队，不是这一队，这一队我试过，其实也蛮强的。这一队已经拆得很漂亮了，就是基本上我有这一队，但是不是这一队。不要大于等于八公盾改，你还在哪一队啊？哦，你们这个这种时候，你手转突然就变超高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两下就会死，对不对？720，哎，干撑得住哎、欸。看一下，光的七四二一撑哦，而且上位比妲己高啊，漂亮，这次撑得住，可以撑两下，所以我四康宝不会死，那就不啰嗦了，直接完全恢复了。还断心吗？哦，
好白啊，干你更加咸的。好了，这一队我就很妥了，因为我可以转四康博，看好鸡巴的，好鸡巴 的一个理论哦。看，是我转一下了。好，一样的那句话，不要问为什么康博数换转变高，因为转地就要死。而且不用怕，只要你康博士有出来的话，啊，就不会死。太刺激啦！太刺激啦！乱洗脑啊，各位！跟呐、啊，跟呐、啊！这个是有跌到了，因为没跌到，我刚刚也是要把它转掉，一样意思。不是减伤护卫盾。开吧。菲尔卡，干不行，这边增伤没有什么好处，因为增伤会加速通关啊。这边慢慢弄过去就好了，不急。这边叠了一个猪哦，两叠哦，一叠哦，对对，两叠是同一叠。大大的一抗，因为我补血量很够哦，所以基本上combo 数的控制是没问题。干，这刚没有控好，这一波要大补一点。哦，这也是双叠，同一叠的双叠哦。大大的一康啊，各位，大大的一康啊。做五连珠啊，五温珠啊，哦耶 ，She's die， 他死了。需要水珠，我需要水珠，两回合，干老师哎，干这一下就一下会不会弹死啊？
好，跟各位做个攻击计算，165哦，看会不会死掉。三颗，攻击计算机都是用在这时候啊，16倍。但是它因为是反伤15%，哦，反伤15%，14、16，还是我小心出去好了，看不要那么算。剩2.4倍啦，看起来威力是不大的。打多少啊？2796哎，2796，2796加上6293是不会死哎，小一枪是不会死的。因为我想要消一会再消新珠啦，只有先消母珠啦，我是这么想的啦。来试试看吧。10310，我多少剩我这呀？我多少剩我这？哎，9089是剩不掉呀。看那些 combo， 还是小数点的问题啊！他妈的！干，这可能是小数点的问题。对啊，我确认一下。16×0.15，哎，没有错，2.4啊。哎，为什么这样？2.4，2796，啊，有防御力，它有防御力。1180，实际伤害是1616啊！我的飞蛾卡啦，靠背啊，干哦！我有飞蛾卡啦，干第一波是1.5，对不对？要不然叫惊喜3.6。打错了，3014加上6293，靠北哥剩不掉，傻小啊！飞蛾卡不是1.5倍吗？第一回，是我算错吗？干好，我晚点再验算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。嗯，现在的话，干这一 combo 应该是回得来。可是要玩吗？他妈！不如我们算算看一波带走的攻击力是多少好了，1061哦，2.5倍哦，靠北啊，2.5倍哦，不是啊，我才第一回、欸，第一回还没集气耶，最满是2.5倍是没错啊，第一回不是1.5，1.52，2.5，1.52，2.5，对啊，应该是这样啊。啊，没有，5是单扔的，对，2.5是叠满的，对啊，我刚刚是怎么回事啊？对，1.5倍啊，出来是3.6啊，我刚没算错吧？啊，对啊，那伤害怎么那么奇怪啊？165啊，对啊，也没属性相克啊，攻击都对啊，165。打出来是还是干他不是防御啊，4194，因为刚看10000多嘛，4194加上6293，哎，干好像跟防御力没关系耶，我刚是不是打10487啊？他不会把防御力扣掉，是这样吗？啊？按着看看就知道按哪里。按着卡片看得到背哦，好、哦，对啊，刚刚1.5啊，现在2啊，没错啊，所以刚刚反弹不算那个、哦，
干，我先补一波好了。应该是不会天降哦，不会天降哦，哈，啊，妈呀，干，这种关卡玩的这么刺激啊，真是不是这么容易啊！魔王要我哦，回来哈，自身攻击力哈，哎，干可以头尾都可以，咱们来个头尾怎么样？靠背啊，不能头尾，操，干这个有问题。我个人觉得是有点危险，所以等一下我开龙科了，好吧？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手在抖个屁呀！真的蛮紧张的。靠背啊，你冲啊小平民百姓！四康波果然是符合你的风格。老人切就慢慢切哦，保证破万哦，各位。23125啊，四康波，四康波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啊？什么？看到抖？看，当然抖啊！谁不抖啊？是人都会抖啊！我来看一下这个五颗怎么样啊？短心哈！就说把杂猪消一消啊，各位，看杂猪全部把它消光，你一定要留心猪，不然你会GG。五combo回得来了，看五combo，哎，20倍多开的话太扯了。哦，头尾啊，小心断啊，各位。我有完全恢复 ，OK OK， 康博数看不够就完全恢复就开了哈。应该说没新珠再来开完全恢复了，那你够快进。哎、欸、喂，我只是说说而已，你不要真的给我断你哎！完全不下来，那个木哦，干老师哎，我觉得这时候不要消消那个。不要管那个木了，那个木它不会理你的。你要转你自己的猪比较实际。看那个心为什么要那么远啊？我真的是纳闷的。四康宝补8000多而已，四康宝记得，所以不能低于四康宝。啊，平民百姓哈，啊，我在听无啦啊啦，啊。然后一直保持四康波，太刺激啦，各位！不晓得，干我惊惊呢。断心吗？你断心吗？啊、哦，没有，表现还不错。
我个人认为，这个费尔卡应该是咱开一个，应该我是会超过七回合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快断了哦！快断不代表断哦，各位，快断不代表断哦。感觉没有打起，这压力真是还他那里有点大哎。三卡宝，不会死吧？没事，不要紧张，三康博干哦，这号称平民转出三道康博，不是让个虚名啊，各位，今天不是让个虚名干，干我可不可以让一下虚名啊？我可不可以让一下虚名啊？可不可以让我让得虚名一下？操，这太刺激了，这个。那个木珠没削到，好悲啊！有没有跌到光珠呢？哎，没有，没跌到。哦，干，这次玩这种关卡，我心脏会停掉，真的。哦要补血，要固风化。啊，漂亮！跳起来了、啊，敢跳起来，跳到这里来干嘛？太远了吧？按老师的经验，我告诉你。啊、为了不想浪费各位时间了哦，干你妹直接泼酒头干哦，这直接都收起，这各位一定是过得了啦，一定过得了，干我冻没掉啊，我冻没掉啊，哦，这种高压下干真的傲转五康博，真的是看你老师哎，我刚生气之后干转珠就忽然变正常了，没有奇怪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生气之后转珠就忽然变正常，刚刚就当作是没看到的一个画面，好不好？相信各位对这颗石头吃下去一定是感受到舒服啦，对不对？舒服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一定是舒服，绝对舒服哦！看，哦，百姓恢复康波数正常了，有没有？对，石头吃下去就是正常了，通常都是这样，绝对没问题啦！看到没有？这个有一个叫做墨菲定律的东西，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？有人知道吗？就当石头吃下去的时候，康博数自然而然就提升二到三康博。神魔之塔里面其实它有这一段，这个拆包之后有这段文字，没有人知道，我知道，真的。走到一半换袋子，不是因为卡在那边了，然后我要转高康博，所以我基本上我就知道啊，洗啊，菲尔卡归零哈。变成一场鸡啊，OK 啦 ，OK 啦。这种伤害基本上对他来讲都是抓痒，相信我，他基本上是无感的。有没有石头吃下去？哦，那个哦，马上战力就起来了。啊，为什么了？是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他就已经讲说几率是已经这样调了。想干嘛？啊？看到没有？石头吃九桃家的勇气主人来了！哎呀，这都是安尼，这是绝对有伊的道理的，你知道？九桃堡垒勇气自然来吼，绝对是这样。哦，连转珠看，都不用看了呢。哎呦，哦，阿娘喂，少一康哦。啊，林老师少一康，干五康宝再死啊！
干你别补九桃啊！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刚刚已经吃石头了，那个内建的那个。647万了，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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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K， 哦，27753454有看到，2777万，啊，高没出来，应该是啊，开枪开枪开枪，好，来试试看啊，试试看啊，掉了，各位看一下啊，赶快点小火砖，这抢麦，加油加油，来了，完了，算了，还是收下了，应该看掉更接下来，431吗？啊，不过就是431的钱，那就过来给我抢，完全没人要，滚！我靠！涨了那么多秒数，你刚才粉丝了。哦哦哦哦哦！应该是不会吧？